排时间让大家进行补拍，可以了吗？好 ，Hello， 小涵，是不是先跟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打声招呼？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各位贵宾，很开心3年后再次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真的，虽然是时隔3年，但是大家刚刚有看到我们的广告画面，小涵已经是第8年代言我们的思威了，对吗？天哪，我刚刚自己都很想冲到前台来看我的，算是一个回忆的过程嘛。对，啊，我自己都很想看，我好想回味一下过去哦。我想大家应该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女星在我们的台湾可以代言内衣超过5年以上好了，有吗？我觉得应该没有。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小涵，这8年来身材都还是帮我们维持的这么好的。我想这8年下来，你应该有很多话想要跟思威尔说，对吗？嗯，当然。首先当然非常开心，就是思威尔选择了我当代言人，然后一代言就是8年的时间。那思威尔跟着我成长了，就是见证我的成长，是一路上从之前我演汪蔷薇啊，然后再到秦广王，之前的伍嘉丽，到现在林曼柔，然后这个过程之中我也出了写真，然后最近有一个小小的单曲这样子，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思威尔一路的陪伴。除了思威尔一路陪伴，其实我们也是一路见证小涵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多角色的变化，对不对？就像今天小涵从出场跟刚刚最后带给我们这2套不同的造型，我想大家也都很惊艳，是不是？请小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2套不同的造型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第一套对我来说就是很浪漫，然后很青春，有梦幻的感觉，就是像一个仙气飘飘的小仙子，很春天的感觉，小公主，对，小公主。然后第二套就是比较，我觉得应该是说比较接近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比较干练啊，利落霸气人设这样子，大女主的这个设定。是的，哇，这接下来我相信小涵可以继续的陪伴我们思威尔第9年、第10年，好吗？好的，接下来就麻烦你继续的维持身材、维持状态了。我继续努力。我们期待每一年小涵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成长、不同的精彩。谢谢小涵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再次谢谢小涵，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待会我们也请小涵稍微往前，再给我们的媒体朋友再捕捉一下你更会往前。